身。你像我家下去冲浪，你这是黄色的吧？看这操，是不是专业？肚子，我看到肚子。有。脸上涂了这个防晒的泥，现在下雨了，后面岸边下雨了，这个海水还挺凉的。一个了，冲到岸边了，现在后面就是岸边，他们还在过海的地方。我冲一个浪冲回来了，我现在上岸了，它那边还是一样有那个冲浪的人，他们的人就最喜欢下雨的天去，浪大，只不过在雷雨天气尽量还是不要下海。